个伪女球迷去看什么比赛呢？ NBA 舰队的是火箭和勇士。勇士，你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啊？红色。你支持哪个队？火箭队。你是火箭队球迷吗？是的。不小心看了。我们现在到当场，终于找对了路，开心吗？开心耶、yeah, 找一些地方我们走过去都可以。然后它是8点比赛，然后现在是7点哦。好的，我们要早点到，来感受一下当场吧。当场就这样的，来看一下周边，就这里突然冒出来的高楼们。美国都是这样子的，我大概堵了，很堵吗？这里会，但这里的路很宽的，高速就多宽路都会堵，因为车太多了。这边就是人手一车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。对的。好，应该找车位了，开始呀。我们现在停好了，停好了。不过不是那个地方，找了很多，我们先走。是，我们要走了。哎，哎，哦，是不是有点像？好，我们现在走。Thank you.
8-year-old cellist from the Foley Music Academy, Nicholas Wong. Thank you.
有三秒钟，两秒三。他怎么还罚球啊？我屏住了呼吸。vlog 吧，这个拜拜。由于太惨淡了，大家就赶紧收场了，草草收场，草草收场，并没有赢。嗯，但是已经很努力了，很努力了。就是努力不一定有，努力不一定会成功，但一定有意义。是啊，你不努力，你万一赢都不会赢呢？试不试一下怎么知道呢？对，就试一下也是要的。鸡汤一定是要有的。嗯，就是我们要努力，努力，加油，加油。OK， 那今天 vlog 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拜拜。